嗨，哥哥姐姐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瑶瑶。今天呢，瑶瑶给大家分享一款缅甸益珀的一块虎牌儿。来吧，我们看一看。这块呢，它就是缅甸琥珀的一种，它叫益珀，它属于琥珀之王。它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你没有打灯的情况下，黑黑的，跟墨一样，就像墨翠一样的感觉。如果说你在它的正前方打灯，你是看不出来颜色的。但是呢，你要是从它的背面打灯，红如血的感觉，这就是益珀的特点。然后呢，瑶瑶给它搭配了一条绿松石的一个小珠串，一个只小米珠，这是一个小的那个三眼珠啊，三眼通也叫绿松石、蜜蜡、琥珀、南红，它们几款搭在一起，那叫绝配。你爱了吗？